今天这个天气真的很想让人睡觉啊。早上还是下雨的。今天中午没有上街，早上把家里卫生打扫了一下，中午就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，就这样子过了大半天。现在3点了，他们又快放学了。上午的时间就是容易过啊，吃块小月饼，还是流心的。老大放学了，Hello 烟，傻不傻？你个样子啊，哈！高中生早上学，早放学，2点半就放学了吧？坐完校车到家就3点。你昨天不是说今天有测试吗？Test? 啊？测得怎么样？Really easy. 对你来说，好像什么都是一级的嘛。Not always 90s, man. 今天严朗穿得很厚哦，你看，能、no. 穿的长袖，这样子才不会冷啊。他们说回来肚子饿了，给他烤个肠。每天回来就跟饿鬼一样，在学校里又说没有时间吃午餐。你回来了，又去哪里浪啦？昨天有点小感冒了。Feel better？上面穿的跟冬天一样，下面还穿短裤。I was too hot, it's gonna burn my fingers. 他们一回来我就得忙。又到了每天的难题，就是今天晚上吃什么？这还有昨天的剩菜。晚上我打算蒸鸡蛋，就放了一点肉末蒸鸡蛋，还有再煎一块三文鱼。这块三文鱼呢，是昨天在超市买的，10块钱一磅，看价格还行。这里有0.814 kg，17.9块。先来打一下鸡蛋。Hello，你找卡罗吗？他出去骑单车了呀。他应该在附近。OK。你去找一下他哈。卡罗每天都有一大堆朋友找他玩。真的很忙啊！这里鸡蛋差不多是300吧，那我得放600的鸡汤，那就是到900这里。如果讲究的话，可以把这个蛋液过滤一下，我就嫌麻烦，就不过滤了。现在我准备把肉末炒一下。胖子说，买鱼他喜欢买肚腩边的，就是这边会比较肥一点，比较油一点，吃起来不会太柴。这还带皮的。水一下，嗰个鱼点搞？如果煎咗佢咧，嗰个皮咧，连埋块皮一齐煎咯。OK。煎咗，煎咗皮嗰边先。即系落油煎咗皮嗰边先。这个当然是要问一下大厨了，我不能乱煎了。等下，你落啲调味咯，落啲煎坏了，大厨要说我了。加点盐是吧？胡椒粉，还不错，没有什么腥味。好，
我本来说一整块煎，胖子说不行，要把它切小块了。其實咁樣切開一小塊一小塊，因為點解咧？佢煎到四邊都先好食噶嘛。咁樣一撇一餅咁，中間都會食魚生咁噶嘛。哇！我的蒸蛋 ，perfect，perfect。肉碎唔使炒過先至咩㗎？就咁放喺底下嗰度蒸完之後再落。蛋上面再蒸，系啊，咁最好食噶嘛，炒过唔好食。再蒸一会儿。放多。开饭喽！剩菜还有。我一个 sausage 吗？够，我也挺够的。Yes. 煎的三文鱼，蒸蛋，炒的青菜，剩的菜。我的蒸蛋应该很嫩的，你看，像果冻一样。睇起嚟就系啦。嗯。哇塞！哇塞 ！Q 弹滑啊！你斜斜都好咁滑。牛油蛋挞都冇咁滑，牛油蛋挞都冇咁滑。老香港人。Ian, grab it. 今天，哎，后来那个，你找到 Terence 了吗？他来找你骑单车啊。没有找他。My sir bones. 有，我看到有骨头的那个鱼。少咯，小心啲就得噶啦。小心一点，鸡蛋看一下有味道吗？因为我就放了鸡蛋，其他调料都没放。够味啊！呢个好香嘅，唔系煎得好香嗰个。今天我鱼煎得不错吧？嗯，很酥脆吧？对。I want to make salmon rice. I'm scared there's bones. 做咩？一啲味喎。我都话冇味道啦。油啊，嗯，冇乜嘢，淋点酱油，完美了，好啦，嗯，哇哇啊，你这都够咁滑，好啦，唔好抢啦 ，100K，No way， 讲一下今天有个悲伤的故事，嗯，今天早上大概七点多的时候，哦，有一只鸟，嗯，不知道是。有心的还是无意的呢？撞上了我们地下室的那个玻璃，就死掉了，夭夭了。我们就看到那个尸体躺在那个草地上，大概过个半个小时吧，就没了。那个尸体就没了，剩下一地的鸟毛。应该系俾嘢捉咗佢。早上胖子还亲眼。看到了这个案发过程，佢跌落地仲喺度咩？真有冇？这就是所谓的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，自己都想不通要撞墙了。Hey, you got so much. God, you already ate one though. 好少咗啦。看你说我的。蒸蛋完全不是按他的做法来，他要把那个生肉铺在底下，上面倒一层鸡蛋液，拿去蒸的。基本上要先等肉差不多熟了，蒸的时候，到最后还放鸡蛋。这样子，那下次你来弄吧。哎，为什么那么多朋友会找你玩啊 ，Hello？ Cause I friends. I like now. No.You have no friends, no. 又要吵起来了。娜娜有 friend， 娜娜有很多朋友的。I only hang out with one. 娜娜有很多朋友喜欢她，对吧？ Mm-hmm. 只不过不讲话而已。You're not even a real friend. 哈哈哈哈哈！哎呀你。唔系个爬山，爬翻，爬得冇几多爬都爬到啦。Now it's empty, see?